杰伦结婚多年，是演艺圈里的模范夫妻档。两人在去年五月迎来第三胎小公主，让不到30岁的昆凌直接晋升为三宝妈。她近日受邀担任杂志封面拍摄。在受访时，除了大谈妈妈经，还意外透露自己小时候的唯一遗憾，让他至今还是很后悔，就是自己没坚持学芭蕾，因为小时候没有爸妈强迫，是让他自己做主，不管是学音乐或是一项运动。但是他现在当了妈妈后，觉得要告诉孩子要学到一定的基础再做决定，这样才知道自己喜欢或不喜欢，这样就算不想继续学，至少还会有个底子在。同时，他还培养孩子们赞美别人的习惯。在睡前，孩子要夸奖对方一件事。虽然年纪轻轻，但昆凌在育儿上却有好多的想法。